为要按理领受主的晚餐，必须怎样？为要按理领受主的晚餐，必须怎样？为要按理领受主的晚餐，必须自己省察，有没有属灵的知识，可以分辨是主的身体，能不能凭信心以主为食物，有没有悔改的心、爱心，并重新顺从的心，免得因不按理吃喝，就自取审判。为要按理领受主的晚餐，必须自己省察，有没有属灵的知识，可以分辨是主的身体，能不能凭信心以主为食物，有没有悔改的心、爱心，并重新顺从的心，免得因不按理吃喝，就自取审判。